我刚说的那个笑话不好笑，超难笑，超难。那我再讲一个感动的。好，好笑。有一天，不是，从前从前，有一个渔夫，他每次出海都要两三个月才会回来。然后他的妻子觉得非常想他，就觉得他必须做瓶装信送给他，所以他花了一晚上做了瓶装信，把他丢到海里，觉得他老公一定会捡到。然后隔一天，渔夫捞到了一个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消化机，笑干嘛？笑底比鹅？等等，你刚刚说底比鹅吗？底比鹅啊，底比鹅，底比鹅，让我们欢迎剑中男舞底比鹅。
my self-control. People tell me to be flawless. People tell me not to let myself evolve. Yeah.